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Bingo。这些都是前两三个月用大枝牵出来的千株苗，也就是高压苗嘛，看看长得怎么样。根系还是蛮多的，这个长根长得很饱满的在里面。大家看一下，再等2个月就可以把这些泥巴长满了。等根系变老一点，咱们就可以剪下来、锯下来，拿去果园种了。为什么要牵这些大枝呢？大枝的话，种下去会结果会比较快，生长速度会比较快一点。这种大的千枝苗的话，种有大概3年左右就可以投产。我准备用贵位千枝苗做砧木，后面改一些其他品种。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千枝还是比较多的，长势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准备改接宾利啊、金金凤这些品种啊。如果你对高压苗这个配方比较感兴趣的话，欢迎下方评论。今天就先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谢谢大家。